第十六题，天平在下列哪种情况下无法测物体的质量？我们学习过，如果可以使用天平，天平在任何地点的测量结果都相同，但是我们无法在失重的状态下使用天平。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天平在下列哪种情况下无法测物体的质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无重力的外太空中。